即将在2月发行的另外一双 Lillard 二代是以客场球衣的配色去做设计。如果还没穿过或拿过 Lillard 二代这双鞋，老师强力推荐你去鞋店瞧瞧。不止鞋身相当的轻巧，舒适度也不赖。Lillard 二代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采用了艾迪达的 Tech Fit 鞋身。这不止让鞋子的包覆性很好，布置的伸缩度也非常的优秀。老师还蛮喜欢 Damian Lillard 这位球员，希望艾迪达未来可以寄几双 Damian Lillard 的鞋款来给老师试试，哈哈。有关这双鞋的发行日期与价钱，请看老师影片下方的叙述栏做参考。